全健保日前于蒙氏举办盛大的会员答谢活动，当日连同合作伙伴嘉联太平医疗网、德成行与福全健保的新旧会员一同共襄盛举。福全健保也向大众宣布2024年推出的新计划与福利，希望民众可以在12月7号前作出健保转换的最佳选择。在南加州成长的是非常的快，从2020年1月我们有了接受了第一个会员，到现在这段时间我们的成长额在洛杉矶的话我们是排名第五，在城县的话我们是排名第三，那今年的话呢我们也是更高兴有很多的成长。福全健保在东方结合西方医疗的完善服务之下，吸引广大华裔民众参加。福全健保网内有超过1700名职业医师，健全的医疗福利服务广大的南加民众。我们有很多的计划，那有一个叫做长寿计划是我们卖的最好的一个计划，那基本上福利很多，如果您有万事打卡三个月会有275块钱，那牙齿的部分我们有做很大的就是更好的福利给大家，在2024年那是2400块一年，有一些的计划是这样子的，那而且还有加上植牙的部分、针灸部分其实不是光是只有针灸，拔罐啦、推拿这些都有，那也是一年有2400块钱的这个上限，就是可以让大家能够使用。活动当日，嘉联太平医疗网的首席执行官杨怀洲博士表示，将持续与福全提供民众优质服务。另外，德成行市场部 Hubert 表示，福全健保为感谢会员推出会员超级优惠，福全的会员也能够在德成行能够就是做grocery shopping， 就是可以买菜了。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如果你是 Total Plus， 就是如果说你有就是 chronic condition， 比方说是 cardiovascular 糖尿病或者心血管疾病的话呢，你可以参加我们的 Total Plus 这个计划，一个月每一个月有100块钱可以买菜。福全健保优质的计划内容丰富，会员快速增长。本次会员答谢活动，福全健保也承诺将持续为会员提供符合不同文化需求的医疗保健服务。天下卫视采访报道。